这次农村会议错误批评了红旗渠，给我们也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想教育课。临县县委以人民的利益为先，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，修建红旗渠难能可贵啊！我们实在是坐不住了。我跟老傅商量了一下，临县人民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改变山区的缺水面貌。 省里要是如果没有一点表示的话呢，那实在也是说不过去啊。方书记，那个具体的表示是什么呀？省里决定，把今年全省能结余的经费啊，全部节省下来，用于支持修建红旗渠。啊，但是能省多少，目前还不清楚。真正能给你们支援啊，只能等到明年了。林姐啊。 你就当我给你先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吧。方书记，我不认为这是空头支票。您就放心吧，回去呢，我就向林县全体人民宣布，方书记已经答应给我们红旗渠支持了。你看，这就粘上了。林杰同志，虽然这张支票啊能有多少钱还不知道，但省委一定要给你们一点实际性的东西。上级支援河南建设，给省里拨了一批卡车。 就调拨给你们20辆吧。太好了，谢谢谢谢，我们红旗渠工地啊，就缺运输工具。哎，林坚同志，这次事情啊，对我也是一次思想教育。我这个人呢，太教条，太刻板。红旗渠太不容易了，所以地委还是要多给你们一些支持。感谢省委、地委对我们红旗渠的支持。 于副书记，啊，林县的童坤同志一直在给您打电话，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。我这刚从郑州回来，他又追上来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忙去吧。好，请。我新乡地委于峰高，于副书记，我一直在给您打电话。啊，童坤同志，快年底了，你的检查组要不先撤回来吧？ 检查组的情况可以先放一放，我又发现一个重要问题。什么情况？红旗渠在修建的过程当中，林杰涉嫌挪用国家资金300万。童坤同志，你能确定吗？我也是无意当中从明阳同志的口中听到的，具体情况还不是很清楚。童坤同志，这件事情。 很有可能是空穴来风。对于林杰同志，他这个人呢，比较倔强，有自己的主意。为了完成工作，形式上不是那么完备，但要说他贪污挪用资金，我绝不相信。但是于副书记，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啊。那这样，你的检查组不还在林县呢吗？啊，你先调查一下，有什么进展，再向我汇报。 不能再凭空指责我们的同志了，不要像上次那样事后放空炮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还想跟你聊聊那笔钱的问题。 你还问这事儿干什么呢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已经做过调查了。那笔钱是国家一平二调退赔款，是银行行长赵长顺同志从银行提出来存到了另一个户头。这件事你知道吧？那这也是严重违反纪律的，你也知道吧？老童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 我想举报林杰。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？后果就是我挽救一个共产党员，我也尽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。你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，我来告诉你这件事情的后果。你这样做不仅伤害了林杰，你还伤害了我们整个林县县委，你还伤害了千万林县老百姓的期盼。你别忘了，你自己也是个林县人。 好自为之吧，你。
哎，老李啊，那个真行，一回来就看工程图。哎，嗯，这百日修整马上要结束了啊，我就趁着过年这几天，赶紧把开春之后咱们的动工计划给做出来。嗯，哎，这修了2个多月了，群众没什么负面情绪吧？一期工程通水以后，群众盼水的热情更急切了。谁说不是啊？吃了一个甜枣，下回呢就想要个梨。我就想这梨的事儿呢，你看啊。 这个一期工程开工以后呢，通水了，大家伙看到这个梨了，嗯，对吧？但是看到这个梨，你不给大家吃一口的话，那对群众啊肯定会有负面影响。所以我就琢磨着啊，怎么给大家再吃一口这梨。吃梨？嗯，老林，这啥意思呀？你们看啊，咱们的二期工程马上就完工了，而三期工程呢是从木家庄到南古洞，四期工程是从南古洞到坟头岭。木家庄到南古洞20多公里。 我琢磨着呀，怎么也得修1年多的时间，而四期工程呢是从南古洞到坟头岭，总才10多公里。如果咱们加把劲儿的话，半年多的时间一定能修成。而且南古洞这个水库啊已经开始蓄水了，如果把这段工程修好了以后，群众马上就能见到水。啊，嗯，哎，群众一见到水，那修渠的热情会更高涨。所以我觉得啊，咱们能不能先修四期工程？ 也就是说，从南古洞到坟头岭，咱们先开工。哎，这真是个好主意啊！群众基金肯定能提高，是厉害。可以。好。哎，明儿你回来了啊，明儿啊。老林，你回来了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呀，马上要开始抓紧时间大干特干了。好，你回来就，你回来，我们就主心骨了。哎，你过来，你看看啊。 我们决定啊，从四期工程开始修。嗯，四期工程呢，就是从南古洞到坟头岭，这段整个渠长10多公里。余副书记，那300万资金的情况我已经搞清楚了。什么情况？那些钱确实是林杰挪用的，是国家拨给林县的一平二调退赔款。你真能确定？您放心，我能确定，我已经仔细的调查过了。 而且我还找办理具体事情的同志问过了。如果属实，那就是违反国家规定的严重错误。是，这次我可不是空穴来风啊。好的，我马上向省委汇报。林杰回到林县了吗？应该是回来了。交付部长的调查组还在林县吗？ 还在，应该今天就走了。这件事情，我们不能袒护。既然他有嫌疑，也要向交付部长的调查组汇报。我明白。喂，我是方承多。方书记，有个情况，我要向你汇报一下。 县委有几任县委书记林杰同志，有可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。老徐啊，你这又是唱的哪出啊？林杰同志可是刚在豫北会议上过关啊。我也不希望他出问题，可这次他可能真的出了问题。你慢慢说。方书记，林县在修建红旗渠期间，林杰擅自挪用国家退赔林县的 1平2调专项资金，这是党纪和国法绝不允许的。什么？你说林杰同志是挪用国家专项资金？是的，情况基本可以认定了。方书记，为了党组织的纯信，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，我提议由省委地委组成联合调查组，到林县 进行详细的调查。老于啊，情况你确实搞清楚了吗？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方书记，以林杰同志的性格，这样的事情他做得出来。既然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了，本着保护同志的原则，我认为还是要下去查一查。好的，老于啊，你就代表省委地委下去调查吧。好。
林杰同志啊，终于见到你了，我们在临县，你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啊！肖组长，您真是过奖了，真的过奖了，感谢您啊，感谢您实事求是的调查和汇报，要不是您呐，这个我们就有大麻烦了。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原则，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问题，但是呢，我们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同志。是是，您回去以后呢，替我向焦副部长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 是上级派来调查的肖组长吗？你是？我是临县县委副书记童坤。啊，童坤同志好，有什么事情吗？老童，你先回办公室等我，我们送走肖组长再跟你谈。对不起，明阳同志，我就是要找肖组长。童同志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肖组长，我要举报。 林县临街同志和临县县委存在财务问题。童坤同志，你说话要负责任。我就是要负责才这么说。据我所知，临县在红旗渠修建当中挪用国家一平二调专项资金，存在巨大财务问题。童坤，你是在那相害，你知不知道？要加上回来把我刀你，你接不接？是是是，损失了，同志，请注意你的言行。 林书记，看来这林县我想走，还真走不了了。焦副部长，情况就是这样子的。据说童坤同志已经向新乡地委汇报了。这样的话，你也不用回来了。你和河南省委、地委的同志组一个联合调查组，把林县的事情查清楚。好。 同坤，你小子太不仗义了吧！你向上级汇报，是你的权利，你可别忘了，咱们是一个班子的。你汇报之前，能不能跟大家伙打声招呼？能不能？老徐，我要提前和你们打招呼了，你们会和上级汇报吗？我现在既然敢承认这一点，就是做到了一个共产党员该有的光明磊落。你。 还光明磊落，这是光明磊落吗？老童，你想过没有，你汇报的这个情况会给县委的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困扰，会直接影响到红旗渠的建设。老李，你也别给我扣这大帽子，是谁的责任，谁承担就完了。还有，你得记住了，如果你没有责任，和检查组汇报清楚就完了。 童坤，咱们一个班子共事这么多年，真的没想到你能干出这种事儿。我是坚持我的原则，和你说这些没关系。告诉你，童坤，这事儿跟你没完。你威胁我？我就威胁你了。 于副书记，林杰同志呢？在里边呢，带我去找他。同志们，调查组由我任组长，肖峰同志担任副组长，主导调查工作。从今天开始，调查300万一平二调款的问题，都没有意见吧？
林建同志，我个人相信你是清白的，我相信你不是把公家的钱放到自己口袋的人，但是挪用国家专项资金，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，如果情况属实，必须做出严肃处理。这段时间，肖副组长、钱秘书长带调查组进驻临县。 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查清楚。童工同志，银行的负责人是谁？赵长顺同志。这件事情跟赵长顺同志没有任何关系。当初是我命令他调用这笔资金，用于红旗渠工程的。林杰同志，你勇于承担错误，这是对的。所有的问题，调查组都会一一调查。在问题没有查清楚之前。 省委纪委决定，林杰同志暂时停止县委书记的工作，由李明阳同志接任。林副书记，在问题没有查清楚之前就停到林书记的工作，我认为这不合适。我也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。如果非要停职，就听我的，反正还是第一次。上级的决定你们都不服从了吗？你们两个坐下，坐下。 童工同志，你对林县的情况比较熟悉，你配合调查组的工作，把所有的问题都查清楚。组织上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，但也不会放过一个犯了错误的同志。是谁的责任，就要由谁来承担。钱秘书长。 徐科长，坐吧。林书记，老童以前老觉得他在县委受孤立，借此抓住这笔钱的事情，调查组从下往上倒着查。林书记，擅自挪用国家的专项资金确实是不对，可是咱没有乱花一分钱呢。 这笔钱呀，是我一手经办的，跟你们没关系，这责任我来负啊！呀，老林，这没关系，不用担心。你们想想，这笔钱本身就是国家的一贫二调退赔款，咱们呢用于红旗渠了，那就是用之于民。我相信，这组织上会理解咱们的，啊。 肖组长，啊，童工同志，再和你汇报一下工作情况。哦，你说。现在工作逐渐清楚了，钱秘书长了解情况，你在这里调查赵长顺，我没什么事了，想请两天假。请假？你要去干嘛？是这样的，百日休整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我怀疑他们在狼牙山隧洞的工程根本就没有结束，我想再上山检查一下，争取打他个措手不及。 好吧，我跟于副书记负责调查，你就按照你的计划去查吧。好。看来这童工同志不给林建安背个罪名，他是不死心的。徐亮同志，作为银行信贷科长，你知道这笔钱是上级下拨的专项资金吗？我知道，专款专用。上级这个规定。 你不清楚吗？我清楚。那当时提出这笔钱的时候，你们赵长顺行长是怎么跟你说的呀？赵行长他跟我说，让我把这笔钱另立一个户头。徐亮同志，长顺同志让你挪出这笔钱的时候。 有没有提到过林书记啊？没有。当时赵行长没有提林书记。徐科长，你说的是实情吗？我说的都是实情。当时赵行长确实没有提林书记。
根据测量，距离打通这段隧道的距离应该还剩3米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建议留下20个工人，其他的工人可以下山过年了。行，指望去组织一下，后天大年30，咱一定能打通，到时候一块下山过年。好，好。哎，那秀凤，你们铁姑娘队也可以下去了。谁忘？水生哥，俺不走，俺要亲眼看着隧洞打通了。水旺，水莲，你也可以收拾收拾下山过年了，技术股留我一个就可以了。乔大姐，还是俺留下吧，你回去过年，你得回家看看孩子。乔大姐，俺和水莲保准能配合好，放心吧啊。那行，我先下山，但是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，千万千万要小心。乔大姐，咱们下个星期见。好，啊，媳妇儿，你看俺这个，知道知道，那你也回去吧，反正你在这儿也不好好干活，下去吧。花友，天天数你叫的欢，要下山看看，下山看看，咋了？走不动了？这回下山了，腿也迈不动了。一起干活这么长时间，你说咱就这么走了，俺还真的有点舍不得了。哎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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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俺有点不舒服，俺得去方便一下。你们赶紧走吧。哎呀，赶走赶走啊！没事的，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方便一下就好了。哎，这真下山过年去了。背的什么呀？这是俺平时省下的口粮。装什么蒜？说实话。俺就知道，啥也瞒不过你同副书记的火眼金睛。这是小事儿，平时在工地的后厨偷的粮食，让俺给他娘带回去。偷的？那这是犯罪啊！你算是共犯啊！这要带回县委严肃处理。哈。有这么严重吗？俺错了，俺知道错了，俺一定没有下回了。您就放俺一回吧，您今天就当没见过俺行吗？你要是放俺一马，您以后说啥俺都听您的。俺把这粮食给您了，行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不仅吓唬国家干部，还敢贿赂我，罪加一等啊！不是，不是，俺不是那意思。您是要？找青年突击队他们吧，俺愿意带你去找他们，俺想将功赎罪。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我们青年突击队的人都知道，突击队给他设了岗哨，就是防着你们这检查组的人，你们一来啊，他们就摇旗。不过今天啊，水生和何娃他们都知道快过年了，你们肯定不会来的，所以都回山洞去了。我说怎么一直找不着人呢？这一直防着我呢。您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伪军还是鬼子？俺这……现在
赶紧带我去找人。好，行。走走走，快。这块的岩石结构过于坚硬，到时候你停电爆破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这个俺知道，可大姐已经跟俺说了好几回了。水生叔，红兰，红兰，你咋进来了？水生叔，这洞都快凿空了，怎么还轮不到我抡大锤啊？你这小伙不放哨了？嗨。过年了，他们不会来了。行，你留下吧。好吧，来，俺跟你抡大锤。好，水莲，一会儿记得提醒俺东线的位置。放心吧。大家再准备一下，待会儿再爆破一次。好。注意这儿别打肿。王书记，佟副书记，你才别进去了。佟书记，不忙着了。佟书记。真有你们的啊！跟我玩捉迷藏玩了两个月，我看你们现在往哪躲？佟副书记，这是咱佟副书记，佟副书记，咋了这是？上蹿下跳的，这洞里俺们不能来啊！哼，你当我傻吗？这些工具干什么用的？你们是上来玩的吗？百日休整期间还敢上山干活？拿国家的话当耳旁风的，说，谁让你们干的？俺们都是自发自愿上来的，准备开春之后再干，也没啥人在背后指使俺们呀。再说了，俺们这在这干活，那也是正大光明的建设社会主义呢。少在这强词夺理，违反政策就是违反政策。你们不说我也知道，是林杰指使你们干的吧？现在，全都给我下山去，主动到县委交代问题。俺不去，俺也不去，俺也不去，不去！我告诉你们，林杰马上就要倒台了，你们这工程是干不下去了。佟副书记，你到底要干啥？这怎么行？干啥？我抓违反政策的先行。黄英，把人给我带走。哎，你敢？哎哎！大家都先出去，走。师傅。给俺点炮，把这丧门星给俺炸跑了！你疯了！走走走，快走，快快走！爹，走走走，快点快点快点！是是，慢点，哥。快快！进去数钱，走。站住！水生，你胆子够大的你，当着我的面还敢施工，跟我到县委去。俺就不去，你能咋？我看你去不去！哎，站住！哎，你们干嘛？放开！哎，松开！哎，就不去！哥，哎，佟副书记，别动！哎哎，有有话好好说。走，跟裴爷出钱去。俺们就接着干，看你们咋的。去，走走走，你们都去。哎，你个叛徒，滚！还惹不了你了，我。水生，给我回来！水生，哎，你跟我来干啥？师傅，走，用大力。怎么办呀？
啥了？俺都快出去了，你又把俺又拉进来啊？我呸！你咋不识那好人心呢？要不是俺水生叔，你早让那石头给砸了。你想看你怎么下边去？别说话！水生，这是出事故了吧？咱们该咋办啊？水王，哎，到底用了多少柴油？就原来的量，没变呀。别说那没用了，我问你，咱们该咋办？咋办？没办法，把你的货还埋里边。同副书记，俺听你的。水生叔，你说咋办？别急，俺们遇到塌方也不是一点次了。大伙把洞口这块石头推出就行了。你俩过来推石头。呀，玩谁呢你？来，来，来，把这劲儿。同副书记，使劲啊！你就推吧。来，快！人家石头推啥推啊？这能推得动吗？咋指挥的？你行，你想办法呀！只要能让大伙出去，就算你牛。那要不现在，大伙把这个思想工作先统一一下。童副书记，都这时候了，你就别再做思想报告了。你有办法说办法。没办法，哪凉快哪待着去。不过这办法确实行不通，这块洞口上层的结构太疏松了，如果硬要推的话，上面的石头就会顺着下来，不仅会砸到人，还能把这洞口堵得更死。那咋办，水莲？啊，水生，林书记，我估计长春同志现在承受着很大的压力。动用这笔款的时候，我以县委书记的名义给长顺同志写了个条子，我算是命令他吧，他也不敢不听我这个书记的，所以长顺同志没有责任。长顺同志，挪用这笔钱是县委领导指使你这么干的吧？没有，这笔钱呢是我私下里主动挪用的。长顺同志，你只是一个银行行长，能有这么大的胆子？你啊，不要想隐瞒什么，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。我说的这都是事实。长顺同志啊，不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，如果等问题查清楚了，你这就是包庇呀。领导，我不包庇谁，我也有这个动机。我赵成顺土生土长的临县人，我清楚老百姓缺水过日子的艰难，拿这笔钱修红旗渠就能把漳河的水引到临县，这临县几十万群众今后不会为缺水再发愁了。这天大的好事儿，我为什么不干呢？好吧，长顺同志啊，你再回去好好想想。我可以走了。领导，再想，我还是这些话。肖部长，我看是不是找临县的其他领导再了解一下情况。所有的县委成员都要分别调查了解。行了，咱们不谈这个事儿了，好吧？老李，你现在呢，就主持一下县委的工作。老孙，你呢？兼任一下工程的总指挥，你记着啊，现在你就要抓紧百日休整之后的复工工作，啊，
哦，对了，有个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。你看啊，二期工程完了之后啊，咱们从这个南古洞到坟头岭这一段一定要加派民工。老林，现在都啥时候了，你还说这些？我是真的不想因为我个人影响了红旗渠。再过两天啊，就过年了。过完年之后呢，这百日休整肯定会结束的。这百日休整一结束啊，这红旗渠肯定会复工的。我个人有可能被处分呀，被撤职，但那是我个人的事儿，这跟你没关系。你们给我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咱们是战友，啊！我就求你们这么一件事儿，这事儿能不能答应我？啊！老林，最担心的就是别人不知道咱们困在这儿。哥，啊，还有个办法。咋了？这边洞口挖不开，咱们就挖这边嘛，反正不到两米就打通了，打通咱们不就获救了吗？对呀，咱们加把劲儿，今天就能把他拿下。好，水莲同志，这个主意出得好，出去以后我得给你请功。童副书记，这就不用了，不过今天你也得上来。试试身手，这活我可干不了。光说那没用的，不管用的一套一套的。走，干活去。走。孙副书记，俺觉得你做的对。他们那么多人呢，也不需要他们就过去帮忙。再说了，俺们又不是因为他们，俺们能被困在这儿？你要是过去了，保不齐俺们一会儿出去了，石水生会说你指使俺们上山的。俺们还是休息休息。我呸！你们的脸皮呀，真比这儿的石头还厚。干活去。又不是今天人多，俺打你，你信不信？谁都输，还不够我。行了行了，省省劲儿吧你。这块石头真是邪了门了。啥石头？最前面这块，太硬了。快给俺看看。哥，这种石头聂祖哥跟俺提起过，这得用专门的家伙对付，普通的钢筋根本就打不通。
那咋弄啊？哎呀，打不通啊！俺在这外面哭呀，一边没毒死，一边打不通，那咱咋敢出去啊？水莲同志，你现在是技术员，你得想办法呀。哥，咱们现在只能有救援了。王副总那刚送的粮食，最快下一次也得是大后天。大后天，现在都大后天。 只剩三天时间，那咱这三天吃啥喝啥？哎呀，哎，哥，你小子吓死我了！老许啊，哎，调查组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。